家吃饭，来了一对特别的父子。我始终是你们的忠实粉丝。父亲第一次上镜，需要儿子的助阵。78岁父亲带来拿手菜前来踢馆。我这道菜在京津两地啊，老百姓都爱吃的菜。大厨儿子精心为父亲设计酱爆无人鲈鱼，其中到底暗藏什么玄机？甜口呢，跟这个鱼的脆度，还有一个五仁的酥香呢，能结合起来，是吧？所以创造了这道菜肴。今天的厨房为父亲做道菜。今天我们节目请的这位嘉宾啊，他是我们节目的非常铁的粉丝，为此他还专门录了一个小片儿，咱们看看他到底是谁。我父亲非常喜欢看《回家吃饭》这个栏目，于是我就偷偷给他报了个名。这两天天天在家练习，一大早起来就在厨房叮了当啷的操练起来。老爷子，您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这不是正在练习呢吗？通过以往看那个《回家吃饭》栏目啊，上此节目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在家里的要反复的练习，以便上节目时跟大厨一比高下。看出没有什么叫铁粉？好，来，掌声欢迎铁粉，欢迎苏叔，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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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的够隆重的是吧？您亲自来，您还带一助理来。哎，这样两位先打一招呼，介绍一下好不好？观众们好，我是天津人，叫张方珍。大飞啊，你们自办将近6年，我始终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是吧？您能说出我们节目这6年这个数字，那就证明真的爱看，是吧？对。那您一个人来，您还带助理，这是我儿子协助我做好这道菜，是吧？哎，父亲第一次上镜，有点紧张，所以呢，需要儿子的助阵。爷俩一商量就一起来了，对，是吧？对。哎，您之前看过那么多人在我们节目做饭，您今天想好做什么菜了吗？我准备做一道素食锦。我这道菜在京津两地啊是可以通行的，精细到位，出来以后吃的人才感觉到这道菜很好吃。那这道菜您最早做到现在一共做多少年了？40多年了。40多年，叔叔做了40多年的素食锦，然后呢也是家里人常吃的一种味道。对，叔叔，那您开始吧。今天这个每回家吃饭，大厨过来了吗？您看我们节目每次都是一个达人一个大厨，是吧？啊，大厨在路上堵着呢，他待会儿到。那您先开始做呗。好，好不 好？来，叔叔，我们这个素食锦都有什么食材？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腐竹啊，青豆啊，面筋、香菇、香干、黄花菜、木耳、果仁、胡萝卜，可以自行调配一下。连连，你把帮着我把这些改一下刀。好，好，这个冬笋您改一下刀。嗯，好。您这手够熟的呀。嗯，从事这个工作。您的职业？我的职业是厨师。哦，您是专业大厨，您今儿找一专业大厨来帮忙啊？那您刚说了让那个大厨给您改一下刀，您看这个改刀这行吗？他这个刀工是饭店的刀法，跟我们家庭做还不一样，家常切没有他那么精细。嗯，那这个冬笋切好了？切好了，把这个冬笋洗一洗，冬笋要洗一洗。好。面筋要撕了。为什么这个面筋一定要撕呢？面筋是油炸过来的，嗯，要把它的原来的油味洗干净。那我如果切去洗的话不可以吗？切在制作当中进味不好进味。哦，因为撕的话它那个撕的那个表面是不规则的。哎，对对对对。大概一个面筋撕成几块啊？给大家看一下大小。来，这个撕开就行了。哦，几块？两块三块随意就可以了，大小无所谓。好，好。这个腐竹给改下刀。为什么今天您想到要做这个菜啊，叔叔？因为这道菜是咱们京津两地老百姓都爱吃的菜。再有就说这个菜我研究了这么些年了，我认为这个菜还是我的强项。哦，是我强项，所以是吧？哎，百试不爽。对。哎，您看这腐竹人改多漂亮，叔叔给您看，菱形刀片儿。家庭版我切不来这种菱形块的，他把这形做得挺好。对，你再看人家这个香干切的，来，叔叔您看，您看，您看专业大厨切的哈，您非得给他斜着来一刀，为什么呀？因为改刀的作用就是便于食用，嗯，便于入味，还有一个就是形状美观。哦，是吧？咱再把这个加工一下。哎，这不能切，这不能切。啊，这个手撕。问马老师，咱们吃菜既要形又要味道，菜做出来以后它效果好，方便入味，在整个这一盘当中它起到一个花朵的意思。哦，自然开花的这么一个形状。太对了，太对了。哦，好好的，那听您的。好，我们撕够了就行了。好了，行了，下面
香菇改着刀，咱要把香菇这个小尾巴给去掉。你看我父亲做起来就是非常的细致，比那个餐厅做的要细致的多。对，因为我像我这个已经退休那么年，功夫有的是，做菜要精细一些，让人品尝到知道这是私房菜的味道。对吧，家常菜和饭店菜，叔叔忽然用他的方式定义了，就是不计时间和经济成本。对，是吧，这就是回家吃饭，给家人做菜的时候就是您说的家常菜。对，这个就给它剪好了，剪好了是不是可以做水了？可以做水啊，可以做水。那我给你俩锅做水。叔叔，这打嗝打的还行吗？这打嗝打的还行吗？啊，您那个是我的好助手，是吧？这是主厨、副厨、打和的啊。我各个大料味儿，一个大料它能入什么味儿？这一个大料，整道菜，你要细品的话，要各的食材吃出各食材的味道。稍稍的搁一点八角呢，提一下香味就可了。因为多搁八角呢，会影响整道食材的口味。哦，是吧？生的花生要这个白的颜色。我做的苏式点，我在家里做大钢火锅一锅，完了俩儿子搁上饭盒带走，在家里。因为爱吃嘛，对吧？对。所以您创造最早的外卖。对。然后呢，加一点盐，煮这个花生和这个青豆，这个过程呢，是给这两种食材呢增加底味儿，使最后出来的菜肴呢吃起来特别的回味。大哥，在今天之前，你知道父亲每次在煮这个花生跟青豆的时候，都要认真的去每次尝品尝，每次都尝，是吧？啊，每次做几十年的习惯，对，几十年的习惯。那有没有可能父亲的这种特别注意细节的行为也影响到你了？对，我从事这个行业呢，就是受我父亲自小的熏陶，所以说我后来以后呢，对这个烹饪就特别的钟爱，特别的钟爱。好，这个木耳这朵咱得撕一下，不行这朵太大，还要不要这木耳的根儿，就是怕牙子。那我们一起来呗。对，一起来，把根儿得拔了啊，根儿拔。就是你用手能捏到的，稍微有一点点硬的，硬的全都不要啊，不要。对，行了，好。好啊，玉兰片要焯水吗？焯水，焯水。对，这个玉兰片不焯水，有那个孬味儿，就酸的。焯了水以后，让它原来那个味儿把它去消了。好，平时在家你会做饭吗？平时在家很少做饭，因为都是父亲考虑我呢，非常的辛苦，总是在家呢准备好了，等着我回家吃饭。天天那个呛那个味道，他回来吃，你让他再还来做，他吃饭也不香。因为我自己有这感觉，所以我知道他一天很辛苦，所以就回家之后就不给儿子做饭的机会，增加负担了。我不给他增加负担。这个行业工作，我知道，咱理解儿子这个辛苦劲儿，所以一般他回来吃饭，都是我亲自做饭。拿凉水拔一下，拔一下可以，彻底去原来泡发的味道，保持它的这个原来的脆感。好，这个小技巧大家记住了哈。您这么去做，是不是也稍微有点太麻烦了？每一个食材都要单独起一锅水，然后那么去焯。你让我就啊，一个烩菜要进去一起焯，就捞出来得了。不行，破坏了单个食材的味道了。你最后不是一起吃吗？菜做出来要大家共同认可的那个程度的话，就是每道食材都要加工精细，让别人尝出毛病来。对对对对。最主要的就是它每种食材的成熟度不一样，所以说要分别加工。每种食材它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我们不能在提前加工的时候把这种综合的味道提前通过焯水给它综合起来。所以解决众口难调，实际上就是把食材的缺点给它减小，把食材的优点放大。对，哎，我不小心好像说了一个金句。做人要想到吃的人，让他们品尝到适合他的口味，得到吃者的赞许，那是我最大的高兴。张林，咱编一下这个，把这个菜编一下，每道食材都要去水气。这个花花菜得拿那个，刚才错了。叔叔啊，你说我不敢，你说我不敢，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就是说，我们公开、公平、公正吧。忙中出错，有个小失误，花瓣的黄花菜没用，用那个没改好刀的。忙中出乱，没事，那我们怎么办呀，叔叔？您就用那得了吧。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就得使这个。刚才我撕过的黄花菜，那效果不一样。那我们再焯一下水嘛。行，粗上镜，有点紧张。行了，行了，这可以。来，搁这里。好，闭闭嘴。上道工序咱们做完了，再做这道工序，这些东西少油，小火煸一下，控水分。就是不想吃那个水哒哒的味道。对，那个感觉。对。哦。那个香干胡萝卜干煸，玉兰片、腐竹、香菇、木耳、黄花菜。注意，再确定一下，这黄花菜，这是那个开了花的黄花菜吗？哎，开了花了。我开了花了是吧？我又给您在图添紧张。这道菜有甜咸味的，鲜鲜味的，您喜欢吃哪个味道？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谢谢。甜咸味鲜鲜味的，咸甜口，咱俩味道对把上了。为嘛我说南味素食锦呢？南味素食锦就是甜带着咸。好，盐。这是这个腐乳汁儿，南味儿，其中有一道这个味道。哦，就那个南乳汁。南乳汁，甜咸口的，糖大于盐，让人们吃到鲜以甜入口，后来又品出鸭口的咸味儿。鸡精啦，太太乐鸡精是真鸡入料的，它呢在嘴里面，它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对吧？对。您是，这是我们太太的原味鲜的料酒，酱油挂点色儿。色不要深。那这边是不是可以起锅了？起锅吧。那叔叔，这个菜应该算一个热菜，算个凉菜。你尝尝，尝完你，我再给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吧？行了，装盘儿，南味素食锦。这个菜已经做好了。来吧，那咱们尝菜。来。你尝一尝，好，谢谢。你尝啊，自己动筷啊，自己动筷啊。给您夹。好，谢谢。好。它就是甜，但是后面又有咸。甜是为了压口。让那个甜没有那么腻。然后每个食材的清新感还都在，面筋的那个筋道，然后呢，腐竹的那个弹牙。因为咱们前期的工作做得好，所以到最后熟制了以后，让你尝的。各有各的味道。那你今天吃着跟过去几十年吃的父亲做的还是那个老味道，还是那个老味道。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我的私藏鲜法，太太的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能行天下，味享人生，回家吃饭由宝能汽车、宝能生鲜首席赞助播出。素食锦制作过程，主食材分别改刀焯水、起锅、少油、小火煸一下，调料盐、腐乳汁、糖、鸡精、酱油调配而成。锅内放入底油，倒入姜末调好的碗汁煮料，水淀粉勾芡，淋入香油。给您画个重点，把焯过水的食材小火煸干，彻底去除水分，利于食材的味道。哎，大飞，咱们来那么半天了，大厨怎么还没来呢？大厨怎么还没来呢？大哥，要不你帮咱们去看看。行，好吧，去看看。帮看看，看大厨在哪啊？你就抓紧点，这堵车堵成这样啊！这个菜一会儿等凉你再吃，温度降下来以后，味道能细品出来。我觉得等不着它凉，我就把它吃了。你怎么来了？是吧？去请大厨换了一身行头来了。然后呢，您正经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中烹协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张林。欢迎张大师。哎，那您想想看，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我自主研发的一道菜，菜名叫酱爆五仁鲈鱼。好。一直没有机会呢给我父亲做菜，正好呢那个借这个节目呢，我研发了一道菜肴献给我的父亲。
我们先给鲈鱼进行改刀。对，这个鱼呢，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刺特别少，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孩子吃。鱼头鱼尾啊，要留着，保持鱼的原形，让肉呢，都保留下来。这个鱼骨我们就不要了，用刀尖儿。我们把鱼的刺去掉，就这几根大刺去掉，哎，不会再有刺了。因为本身鲈鱼的刺就非常的少，我们把鱼尾也保留，要保留下来。我们还要去掉这个鱼的皮，鱼皮也要去掉，鱼皮光留这个鱼肉，连皮都要去掉。您对自己要求也太苛刻了吧？这是奉献给我父亲的菜，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鱼刺和鱼皮都要去掉，这样是呢，便于那个老人呢和食用。哦，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肉呢，切成丁啊，切成丁啊。这道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我借鉴了一个五仁月饼，而且这道菜呢是咸甜口，甜口呢跟这个鱼的脆度还有一个五仁的酥香呢能结合起来，是吧？啊，所以创造了这道菜肴。哦，是吧？我们把这个鱼肉切好了啊，下面呢我们要对鱼肉呢进行一个腌制啊，我们加入盐、料酒，轻轻的揉搓一下，把这个鱼肉的腥味去掉。好了，准备好了，嗯。下面呢我们要对原材料的进行那个热处理，首先呢来处理这个干果啊，把它这个干果都加工成熟啊。为什么这些坚果都要再过一下油呢？它本来就很脆啊，它增加它的脆度。还有什么讲究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它这个不同的那个干果的成熟度，我们先后放那个东西。所以说核桃仁是最后放的，最先放的是腰果。对。基本上您看那个浅颜色的腰果已经炸成金黄色了，就是可以出锅了。对，可以出锅。我们要放到一个干净的纸上啊，吸吸它的油脂啊。下面我们来调制一个脆糊。我们要准备一个小碗，取大约50克淀粉，20克面粉，泡打粉呢我们就是2到3克，它起膨胀和发酵的作用。好，然后我们加入水啊，慢一点，慢一点啊。加个鸡蛋呀？不能加鸡蛋。加呗。加鸡蛋当时炸出来会很脆，但是过后会回软。所以说我们经常就是那个过完之后皮是因为加了鸡蛋的原因。对对对对对对。哦，我们再加一点食用油，增加这个脆度。炸制的过程中呢，让它那个糊里面呢也有油往外渗出啊。我们把那个糊啊倒到这个鱼肉里头，薄薄的一层，不要太厚啊。炸这个鱼的，为了使它脆呢，首先呢第一步呢，油温一定要升起来，给它第一步给它定型，第二步呢给这个油逼出来，这样吃着没有油腻感。看油温啊，看油温啊，您在旁边一直监督着，好严厉啊。正是父亲这种对这个美食的这种执着影响了我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这些这个成就呢跟我父亲的平时做菜的一点一滴是分不开的。大概是60热开始下至鱼丁，鱼丁也要一个一个下，一个一个下啊，不要使它粘连。好细致，你看那个一个一个飘起来啊，它的形状就定好了。哦，是吧？温度升起来了啊，我们进行的鱼肉的复炸，再把它炸脆。就是这个脆皮啊，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它就是颜色很洁白。对，现在逐渐变成金黄色，金黄色啊，好了，这我们就倒出来。我们再把事先准备好的干果那些食材放到一起。下面呢，我们要给它鱼头鱼尾定一下形状啊。好，蘸上干淀粉。我们把鱼尾呢放到一个漏勺里头，让这鱼尾呢立起来，高油温，这样呢鱼尾才能立起来。拿筷子夹住，定好形啊。我们再把鱼头下到里面，再拿勺子放淋油。您觉得儿子把每一个食材单独处理，您看到这儿您还满意吗？我很满意，得到了自己的真传，快赶上您的素食姐了。那肯定没我强，那肯定没我强，那肯定没我强。下面呢，把这个所用的调料准备好。这个菜关键是熬酱，面酱要熬一下啊，熬一下，熬出香味儿啊，甜面酱香味儿就出来。刚下锅，面酱是稀，然后是酱啊，加入少许的酱油，太太的原味鲜，红道特级鲜酱油，加入料酒，料酒，加入少许的盐、白糖，
倒入香油，我们继续把这个面酱、白糖炒香，收住了啊，收汁儿啊，收汁儿。好了，把食材倒到里面啊，就着这个火颠翻，把这个汁儿呢裹在主料上。您闻到这个香味儿吗？干香。装盘。再撒上芝麻，好了，就成了。对，这道菜就完成了。大飞，这两道菜哪道菜好吃？叔叔，你怎么这么想赢？你给我先给我一个机会评一下这个菜。面酱的那个香气完全出来了，也是咸甜口的。对，咸甜口。坚果呢，它那个脆呢是带一点点硬度的，但是过完油之后呢，坚果也变酥了。然后这个鱼呢更酥，而且松松的，再加上外面那个咸甜口的那个酱香。天津的老年人呢都爱吃这个五仁儿。它这五仁儿啊很适合京津两地人品尝这个菜。那您之前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来着？刚才的素食锦跟这一道菜，这两道菜你认为哪个好是吧？您让我选啊，让你选是吧？我才不当这个坏人。我们今天来那么多亲友团，让大伙来评啊，对吧？来来来，请一下咱们家里人，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主持人好。你好，来打一招呼。这是我弟弟叔叔。那您这样能保证今天公开公平公正尝一尝？有点紧张，我尽力。这怎么公开公平公正？来，先给您尝尝这个素食锦。谢谢。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是吧？来，咱们再尝一尝酱爆五仁鱼丁。哇，弟弟的这道菜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叔叔这道菜呢是出了长辈对我们的一个情感在里面，难分伯仲。所以说，我觉得并列第一总成了吧，叔叔。没问题。大飞啊。刚才我这素食锦，刚才你热的尝了一次，对，我让你凉的再尝尝，热跟凉的味道如何区别？是吗？凉了以后味道不一样了。这道菜就温度低了好吃，凉了好吃，是的，它就是凉。为什么有两点？第一点，凉了之后，每个蔬菜的这个味道鲜味提出来了，对，香气出来，另外一个更入味了，对，比刚才对。真是凉了好吃，怪不得你都要打包呢，打包回家都不用加热，凉着正好吃，是特别好。酱爆五仁鲈鱼，首先将鲈鱼净鱼肉切成方丁，调制一个脆糊，取大约50克淀粉、20克面粉、2到3克泡打粉、食用油，鱼肉头尾挂脆皮糊，炸熟备用。起锅放少许底油，入甜面酱、料酒、毛姜水，适量酱油、盐、白糖，主料翻炒均匀，点香油放在盘子中间即可。给您画一个重点，炒汁的时候一定不能勾芡，因为面酱本身呢就有粘稠度。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我的私藏鲜法泰特的原味鲜酱油，喊您回家吃饭。真食材鲜到家，本节目食材由宝能生鲜独家赞助提供。刚才上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说了一个喂嘛的时候，我才听到这个天津喂，让那个原材看看油，看油多少？再加一点。好的，这么多年是磨出来了是吧？对，性子已经磨没了。叔叔惊讶一点啊！叔叔完全没有反应，无所谓。我做完菜了，谁来都无所谓。刚才大飞不让你评价吗？是，叔叔你是在暗示什么吗？你是在提醒什么吗？叔叔一说又紧张了。